成立23年的东安儿童合唱团现在正在招收新的团员，欢迎6到17岁对于歌唱音乐有兴趣的小朋友来参加。目前团员有100多位的东安儿童合唱团，依照年龄和程度分为小班、中班、代表队以及室内合唱队4个班，另外还有手中队。合唱团表示，他们聘有专业的老师，以新的方式训练变音的男团员，让他们能够继续享受合唱的乐趣。训练的内容包括了基本发音训练、音感、节奏、乐理、合唱、试唱以及音乐欣赏和歌曲诠释等，希望借着这些活动让小朋友在童年生活中留下一页美好、快乐而充实的记忆。新学期招生说明会在2013年9月每星期日下午3点举行。中望电视编辑报道。